女人抱着情人，双手不断的摸索，却碰到他背后的匕首，才发现与兵卫与自己私奔就为了殉情。与兵卫曾听一吉说过，两人若是要殉情，第一步就要挑断男人的脚筋，以免男人后悔抛下女人。与兵卫让小菊来做这事，可对方太害怕，开始像梦魇一般胡言乱语。与兵卫或许是不想吓到他，将两人的藏身之处告诉了乳母阿吉。小菊家的人很快赶到，他离开前对与兵卫说。 阿吉告诉与兵卫，小菊父亲不会再追究他的责任，而是给女儿物色了个好女婿。Shorts 时长有限，订阅我不迷路，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完整版。